天忙洗衣服呢。哎呀，这小破塑料袋子，没事我洗洗它。哦，来，过来，这边坐来。阿姨，那你今天这是这么着急的打电话叫我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这我怕你着急，我连礼物都没去给你买。哎呀，买啥礼物呀？不用。哦，那礼物不买倒也是行，但是你打电话那么着急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这不是你前几天来咱们说的彩礼的事儿吗？啊，是啊。阿姨啊，这里给你准备好了。啊？来，这张卡里啊有10万块钱，你拿好了。这这么快就准备好了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上回咱那个商量的时候还说没有来着。哎呀，你说啊，阿姨呀、啊，也盼着你们早点结婚不是啊？所以啊，就正好给你们准备了。哎呀，阿姨。你说咱距离上次见面谈彩礼这个事儿才过去几天呀，你就准备好了？当时你不还说没有来着吗？这不是也不是没有吗？哎呀，微微呀、啊，你说啊，我就有小虎这一个儿子，他爸爸呢又走得早，我也想他和你啊早日成家立业不是？再说了，你也是个好孩子。这点钱啊不多啊。行，那阿姨，那我就早点回去跟我妈说一声。哎，不急，孩子，阿姨啊在屋里给你洗好了水果了，我们进去吃吧。嗯，也行。走。怎么还给我发了信息啊？耶，不是怎么又撤回了？啥意思啊？管他呢，反正彩礼给我了。你去哪儿这是？薇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阿姨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走走走，咱阴凉地里说，太阳太晒了。走走走。阿姨，是这么个事儿啊，就是我昨天走的时候吧，我突然间收到了你一条信息，微信发给我的信息，内容啊。我也看见了，这后来你又给撤回了，这个事儿，你说，啊，你说的是这个呀，微微啊，昨天那个信息吧，是我把手机放兜里，干活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挤出去了，你别在意啊。啊，阿姨，我不是在意这个哈，我呢回去想了想，这个第一呢，你这个信息啊，肯定不是挤出来的。这个第二呢，这个信息啊也肯定不是故意发给我看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彩礼都已经给我了，你还发给我看有什么必要吗？回去之后啊，我就把这个事儿告诉我妈了，我妈挺生气的。啊？你妈怎么生气了？哎，我妈她说，你这个人她怎么就不会变通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妈说，咱当初住在一起谈彩礼的时候，是按照我们那边的风俗习惯谈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按道理来讲，这个彩礼这个不能省，应该给。但是我妈说了，风俗是风俗，
风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吗？你能不能变通一下啊？你说这以后我本身就是要嫁过来跟小虎还有你一起生活的，你说那时候彩礼不够啊，你跟小虎说回来凑，但是你再怎么样你也不应该把小虎舅舅治病的钱拿来凑做彩礼呀，那病怎么办呀？我妈说这个钱不能要。哎呀微微啊，你咋还能不要了呢？给你了就给你了，你说你这不要了这怎么弄？难不成咱这婚就不结了？阿姨呀，这个婚咱该结还得结，我妈的意思呢是咱不要这些这么多彩礼了。那你妈想要多少啊？我妈说在您家的承受范围内呢，能拿多少我们就收多少。还有啊，她说让我把这个卡还给你，让你把这个钱拿回去还给小虎的舅舅，让他去看病，别耽误了病情，身体要紧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跟我妈一个意思呗，还能啥意思啊？你看啊，我跟小虎结婚，彩礼钱是你去借的啊，完了我俩结了婚，还要一起去还个钱。这弄来弄去不还都一样吗？这还不如在您家能承受的范围内给多少彩礼我们就拿多少彩礼，这多好啊，而且还不耽误小虎他舅舅看病不是。哎，那微微啊，你妈呀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小虎啊没看错人，他啊能有你这样的女朋友啊，这是他修来的福气。哎呀阿姨你可别这样说，其实小虎平时对我挺好的，对我爸妈呢也挺好的，每次他来我们家都会帮我爸妈干活的。阿姨你有这样的儿子啊，你应该感到骄傲。好，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这个未来的婆婆心里就知足了。微微啊，等你们结婚以后啊，你来我家呀，我一定不让你吃一点苦。阿姨不用，没事的。您放心，以后我跟小虎结婚了以后啊，我们两个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个是不是后姨给我介绍的小妈妈？看背影很美丽啊。土豆哪里去啊？土豆郊区去啊。一娃一妈的。哈哈，你指定是后姨给我的介绍的对象了。啊，是。怎么是你啊？你还问我怎么是你啊？我现在看见你这张脸依然的很想抽你啊。我看见你好，我看见你好，我看见你我就恨不得不长眼。我你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2000年来的稍微晚了一些。咱俩分手之后我听你夫人就说我让车撞死了。没有啊，哪有啊？不可能，你张婶儿都和我说了，说你夫人就说，我跟你说，我和他不是分手了，他是让车撞死了。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没张婶和也就说你被车撞死了，我偶尔还说一次你被雷劈死了。你被雷劈死了？不是这，我，哎，这后姨给我介绍这什么对象？这是，我去，哎，对对。你那个项链还没给我嘞。